猜猜猫舍一顿要吃多少个罐头？钱数一下吧。今天吃诚实一口主食罐罐，打开已经满瓶的香味，都是冷链运输的鲜肉食材制作，新鲜肉肉适口性和营养都要比冻肉好。猜猜今天开了多少个罐头？很好，脱罐挖起来不费劲，再加几个汤罐多补水，肉质细腻也比较好搅拌。不得不说这个罐头真材实料呀，肉质不输进口大牌，还是零谷零胶零诱食剂的，价位也非常适合大锅饭的我。浅浅加点液体钙拉个花花，小猫仔仔要多补钙，再加点大仔仔们爱吃的三明治奶酪。大圆桌开饭了，第一次吃这个罐罐，适口性绝绝子，一下子就干完一整碗，再多吃点肚子就要炸开了。罐罐着实很美味，妈妈多买点。